对不起，我没兴趣。我是月晨，最喜欢的就是吉他。生活总是没有一丝波澜地进行着，直到夏天的出现。关于那个他一直想要的答案，其实他不知道的是，我是夏天，和其他普通的女生一样，我并没有什么特别。如果说我有什么秘密的话，那大概就是他了吧。每个女生心里都会有一个憧憬的初恋。他穿白衬衫，喜欢运动，吉他弹得很棒，功课很好，笑起来很好看。被他注视的时候，会无法呼吸。我以为一见钟情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，可是他不一样。见到他的第一眼，我就喜欢上了他，很喜欢，很喜欢。对不起，我没兴趣。
欢迎我们从美国转学回来的新同学夏天。夏天同学，你看哪里还有位置，自己选一个地方吧。嘿、hey, 你在看谁呢？哦、oh, 那个男生啊，他叫叶晨，身高1.78米，是淡水中学的第24届校草，高一二班的数学课代表，典型的理科学霸，吉他弹得很棒。但是很可惜，他是个冷血动物，不喜欢和人交往，你就不要想喽。那就更有趣喽。不太好交往的样子，但是为什么我还是不由自主的想靠近他，再靠近他。弦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爱上了他，所以我不想放弃，所以我一直想要证明给所有的人看，我可以完成我的梦想，我可以成功。早上，吉他谱又被爸爸夺去撕掉。为什么让他们理解就这么难呢？真是的。叶晨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这么开心的样子？
笑一笑啦，你看今天天气多好。那我跟你讲笑话，你就要笑哦。从前有一只海龟。要你管，你真的很烦哎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一直在偷看。不是那个叶晨，你是不是因为你父母都反对你弹吉他的事不开心？不，你说什么？你怎么会知道的？说，你从哪里知道的？对不起，我不小心就捡到了你的日记。刚开始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就翻开看了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你拿了我的日记，那现在还给我。现在日记在我家里，我明天拿给你，可以吗？这件事我不会再追究，不准告诉其他人。然后，上次加油的事情，对不起，不应该用那种语气。拜拜。叶晨，你真的很棒，不要就这么放弃了。你不是一直想要证明给所有人看，你一定可以完成你的梦想，可以成功的。嗯，我会加油的。为什么一到这个地方就出错？出错！不行，我一定要进入吉他社。对不起，昨天让你看笑话了，我真的是弹得很烂。你通过了？真的吗？居然通过了。你是不是兴奋过头了？弹得确实很烂，不过也并没有太糟糕。咦，那某人的意见就是弹得还不错了。你学吉他是为了什么目的？没有啊，
就是喜欢吉他。那就好。这不是我每天弹的吉他谱。是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最近吉他社要第二次考核了，我也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练，所以就每天抄你的谱子。你这样没有一点用的，不要急，吉他社适合初学者的东西太少，明天去琴行我教你练。现在教你练大 F 和 B 和弦，因为这两个和弦需要一个手指把吉他的六根弦全部纹上，需要力气比较大，所以对你而言比较难一点。怎么总是练不好？下周不就是二次考核？不好好练，小心被踢出吉他社。这个地方是这样，手要这样放。这样吗？要这样放。这样吗？好累啊。叶晨，你真的不觉得很热吗？可不可以休息一会儿？我去买点冷饮吧。你很热吗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啊，去哪儿？跟我来。似乎是一直在梦中才会出现的场景，被他的手牵着，就这样只用跟随他的脚步，什么也不用想的奔跑，闻着他身上温暖的味道，感受他手心里汗水的温度。听风吹过的声音。我喜欢的音乐是像风一样凉爽舒服的，自由的，没有负担的。小时候爸爸妈妈总是吵架，每次我都会一个人偷偷地跑到楼顶听风吹过耳旁的声音。长大之后喜欢上了吉他，是因为我又找到了风吹过耳边的感觉，可以弹出自己心里想表达的东西，真是很舒服。原来你是这样喜欢上吉他的，你不开心的时候都会跑到这里来吗？那你还想知道上次我没有说完的笑话吗？那只海龟吗？我早就知道那个笑话了，一点都不好笑。还是笑了吗？以后你的笑容就交给我来负责好不好？忘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叶晨，过去了那么长时间，你不觉得其实我也并没有那么叫人讨厌吗？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因病去世了，我还没有好好记住他的样子，所以遇到喜欢的人，就算不知道别人怎么想，我一定会把我所有的喜欢都说出来。我很怕万一离别分开了，就再没有机会说给你听。我喜欢你弹着吉他时认真帅气的模样，喜欢你在课堂上一笔一画认认真真记笔记的样子，喜欢你齐长的手指在琴弦上来回飞舞的样子，喜欢你沉醉在旋律之中的专注模样，喜欢你微笑起来带着满满阳光的样子。我喜欢你，叶晨。可是夏天，你看我们现在都不能用吉他弹奏自由的音乐，所以我不能说什么喜欢不喜欢，因为未来太不确定。但是我并不讨厌和你在一起。好，你不愿多想，我也不会多问，我就是希望能看到你每天都笑得很开心。叶晨，有一个国际选拔的唱歌比赛，你要参加吗？我应该不会参加，那个时候正好是期末考试。哦，那对不起了，我已经帮你报了名了。那看来是不得不参加了。答应我，你一定要去参加好吗？这样你的父母才会知道你真的是很棒，这样你才能证明给所有人看。你不是从小就想要在很大很大的舞台上唱歌，
希望所有的人都在台下听你安安静静的唱歌，所以你一定要去。好，我会去。晋级十强的有李毅、宋佳彤、叶晨、张丽、林苏北。去那家餐厅吃点饭吧。可以不去餐厅吗？从美国回来之后，我一直没有机会吃一顿中国菜。然后呢，这几天我看着菜谱学了些中国菜，想请你品尝一下咯。好，我也很饿了。天哪，你打算把你家房子毁了吗？算了，你出去吧，我来。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，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。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，我喜欢的样子你好好吃，没想到你做菜也做得这么好。奶奶很会做菜，我都是跟着奶奶学的。他们老年人最喜欢教人东西，不让他教就特别不高兴。于是我跟着奶奶学了各种有特色的菜。好可爱的奶奶。哎，叶晨，你在这个学校读了多久了？3年多吧，初中就一直在这所学校。那你给我讲讲学校里比较有趣的事情吧。有趣的事情啊，我还真是想不到什么有趣的事情。哈，让你一心只顾学习，这你不知道了吧？学校的有趣事可多了呢，我给你讲讲咯。我们学校那个教导主任啊，你知道我们给他起了什么外号吗？我们都叫他葫芦娃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葫芦娃还挺可爱的。因为他肚子特别大，脑袋也特别大，还长得特别矮。最主要的是他还对我们特别凶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老师？
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我一直不讨厌和你在一起罢了。是吗？那就好。是我一直喜欢着的叶晨，因为我爸妈妈工作的原因要回美国去，妈妈也已经催促多次，今天不得不离开。想告诉你的是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每一件关于你的事情我都记忆深刻，每一段和你相处的时光我都格外珍惜，明知道结果却还是不甘心的非要跟你告白，明知道自己是个笨蛋，学东西很慢，去了陪你费尽心思地考进吉他社，知道你一直很想要证明自己，所以不经你同意就帮你报了名去参赛。那次你在路灯下说并不讨厌我，我心里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。可我问你，昨天又一次问你有没有一点喜欢我，你却依旧没有给我答案，只是那天在学校花园里听你弹的那首曲子，我当时记了下来，后来学了吉他就给他填了词。再见了，我爱的吉他少年，永远不会忘记初见你时无法抑制的心动，说好要负责你的笑容的，现在看来也没有机会了，希望有别的女生能让你每天都很开心的笑。你并不讨厌的夏天，这些故事成为回忆之前，喜欢成歌对这个夏天唯一的想念，画面定格成为我是叶晨，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吉他。在别人眼里，我是从来没有烦恼的。可事实上，我总是不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包括吉他，包括我渐渐喜欢上的那个他。生活总是没有一丝波澜的进行着，直到夏天的出现，带着热情而浓郁的微笑，像盛夏的阳光一样。开学第一个学期，一场猝不及防的告白，其实他并不知道，当时我比他还要紧张。操场上、图书馆里，任何地方，他都一直跟在我的身后。刚开始是真的很烦，可是他不知道的是，我已经开始习惯身后轻轻的脚步声，甚至是开始想念。交友的时候，你费尽心思想要逗我笑，我也都知道。发现你偷看了我的日记，其实我想，也许从未对人说的秘密，有人知道反而负担会没那么重。偷偷抄我的琴谱的你，其实笨得可爱。夕阳下，你睡着，安静的像一只猫。在路灯下，在学校里，你问我到底喜不喜欢你，怎么会不喜欢你？再没有人会像你一样，你
晴朗的笑容。夏天，你说过要负责我所有的笑容的，就这样离开了吗？再也不会出现了。无论你那么多次，你都不回答我。我以为你一点都不喜欢我。什么不喜欢？你不是说要负责我所有的笑容？现在我把它交给你，你拿走了。真的吗？不会了，不会了，我以后都不会离开你了。出口的誓言，没有时间让我再演一遍，只剩下流，慢慢流走时间，这些故事成为回忆之前，喜欢成歌，对这个夏天唯一的想念。蝉鸣一点点，偶尔微风拂过湛蓝色的天，望着窗口把你名字默念，多希望你能出现在我面前。喜欢你的感觉比冰激凌还甜，间你的梦想还想陪你实现，你要快乐是我唯一心愿，抱着吉他手指拨动琴弦，你找的歌还没练到熟练，喜欢成歌这个夏天唯一的想念。